看到它落标的位置了是吧？嗯。那我们沿着地图上去找就行了。红窝的位置找到，现在开盘，又是天黑的。你拉你吧。天黑。没帮我拍一张。哪里拍啊？啊，这样拍的。你上去。我跟灯光跟你讲。那个叫什么？阿杜，你不上来吗？一把一把啊。那个阿杜，我到那边去。啊。今天啊，刚才盘网啊，刚刚找到了，现在上山就盘了啊。蜂窝位置就大概我们这里上去大概五米左右啊。我一屋专业现在开始盘了啊。22年了，第一个晚上挖金黄虎头蜂，一切准备就绪啊。哎，我都打回湖了。蜂窝门口的草全部给它劈掉，好做事一点。外面的蜂抓的差不多了啊，现在我们要开盲盒了，看一下到底有几斤啊。我看边上还要挖掉一点，有点深啊。那个靠左边那边还要挖点进去。不止啊，这里还有哦。还有啊。嚯、哦、这底下还有哦。抱不起来呀、啊，太大窝了。这一片可能有点大片了，就不知道会不会饱满啊？这一片大货大货，出货啊，不得了的。啊！哇，空了，空了的不得了的，呼呼呼，是吧？不得了，现在给大家看呀，这窝起码有20斤打底哦。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饼啊，摇一下我移一下。哎，全部拿出来摇开干嘛？哦，有荤啊。不要了，这么大窝，今年最大的一窝了，目前是最大一窝。大不大？非常大，爽不爽啊？爽啊！今年最大窝的一窝，你看一下。那边还有3饼，不得了啊，这一窝不得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现在回去了，好，开山路啊、哦。